加油！事情是这样的，珊珊和姐姐去执行单线印。其实珊珊是故意被带走的，准备整蛊一下他们。姐姐在跟程程商量，让他先去。Later， 你勇一点啊，儿子。他看起来真的很煎熬。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俩。老板能不能不去啊？终于在姐姐的带领下进来了。真的是那个。